据日媒报道，为了对中国进行警戒，日本政府正在努力增强其海军战斗力。目前日本计划拥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个航空母舰。报道指出，在12月重新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将加入使日本自卫队至少拥有一艘航母的内容。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战后的日本宪法以专守防御为基本方针。此前日本政府也一直坚持称日本不能拥有攻击型航母。然而如今日本政府却正在考虑将两艘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运载型护卫舰出云号中的一艘进行改装，使其作为可以起降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母舰使用。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日本历代内阁都对拥有航母持否定态度，但是安倍政权却打算越过这一界限。任防卫大臣乌一对改航母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在11月2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很难得的装备，所以我希望尽可能的将其使用在更多方面。除此之外，几乎在航母计划的同时，日本还将以88亿美元的价格购买100架 F-35 隐形战斗机，这100架飞机内包含了可以使用在航母上的机型 F-35B。 报道提到，在9月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安倍晋三对特朗普表示，为了应对日本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已经包括美国装备在内的高性能装备对于加强日本的防御能力而言非常重要。由于将出云号改建成航空母舰有悖于日本宪法的专守防御方针，日本政府的智库们正在探讨将航空母舰置于何种位置。有报道指出，这艘改建的航母可能会作为防御日本岛屿目的使用。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